真是时代不同了，是吧？你看现在的这个领导人越来越这个，我觉得是简明的这种作风啊。但是当年呢，这个我小的时候，我记得那个各种各样的庆典欢迎，那都是哎，就不要说我就姜文拍的那个电影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，我找到一段，我相信很多呀。这个当年的这个人呢、啊、度过童年少年青年的人看上去啊会很有感触的，咱们看一段。北京鲜花在开放，在开放，贵宾们来自远方，来自远方，欢乐的歌儿高声唱，高声唱，有一花开满地香，满地香，哎呦哎呦哎呦，那时候西哈努克老来。西哈努克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符号。一个符号。一代的。而且我一看他们，我想起薛老师，你小时候有没有？我们那个时候必须有的一个衣服，就是白衬衣、蓝裤子、白鞋。嗯。一到这种时候，哎呀，我觉得那个时候怎么三五天就游行就过节的？你石家庄有机会接待西哈努克？没有没有，那我们级别够不上，接待个什么桥东区长什么的，就是我也从来没有资格到机场这样跳舞过。你那当然不是所有的中学生、小学生，你那是资格去。我们这种臭老脚不像。不，我见到西哈努克，他我以前在节目里讲过，你见过的？对，在这个他信他也见过。我在西哈努克，对，那是真碰巧。就在柬埔寨的东南亚各国，就在今天的皇宫外面，就在他的皇宫外面，还正好出来，那是自发的，那些民众一下子全拥过去，隔得很远，他们中间隔了一个什么草地之类，他就很远，他大概出来就是休息啊怎么样，然后跟民众打个招呼。我就是觉得这些东西的关键，我觉得它还不单是一个简化程序的问题，关键就是一个概念，就是从组织到自发。我觉得这个中间有一个质的一个区别。你说的这个，我就觉得中央领导人带个好头，我不是开玩笑，我真的，我就觉得啊，就说是咱们简化这种不搞过多的形式主义的东西。实际啊，我为什么说移风易俗啊？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的这个新风俗啊，咱不是说政治领导人啊，电视节目，一切的娱乐节目，你去看吧。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我不太喜欢的一个风俗，但是我又不得不承认，是不是咱们要适应现实，就是越来越虚浮。比如说不好笑的笑话，机器笑或者大家领着笑。你知道过去我见过有一个叫领，不过领掌咱都知道对吧，大家集体鼓掌。领笑你见过吗？专门有一女的在组里开心果，她就是领笑的。你就听，你仔细听这群众的笑声啊，事先导演都布置咱们拍这个情景喜剧啊，大家一定要拼命的笑，敞开了笑，可怎么笑你那也不好笑对吗？然后有个女的，她这个气最壮对吧，你就听她的声音最先，哈哈哈哈，然后吼，大家这么笑，领笑，这果然很好笑。是啊，他小时候领笑，后来就领唱，对，慢慢就变成领袖。你知道还有掌声也是，我讲的秀是那个做秀的秀，做秀秀的领着做秀。但你知道这也是个传统，以前中国还有很多带哭，你知道吗？就到清朝的时候都还有这个习惯。就是呢，大臣死了。真的很位高权重的，就很受器重，大臣死了，皇上会真的到这个大臣家里头去吊唁。那皇上进去呢，祭完之后呢，回头得哭，皇上得哭，有哭几回，第一回一看到这个像亲啊，就哭一回，然后第二回回头看到这个剩下的太太家人，哎呀，再哭一回，皇帝哭，但是问题是。这个哭不容易啊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如果他没真情实感，那时候怎么办？有一种官跟在皇帝身边帮着哭，就皇帝呢就哭声音就行，哎呦，哭不出来，那个旁边那个得哭，哎，得掉眼泪，这叫带哭。哎，然后这个带哭呢是个很高的一个级别，很高级别。那这是
我们相声还你就要你要懂得皇帝的心思，跟他同呼吸。不是上就是要不说真是上行下效嘛。过去的民间呢，办丧事对对也有专门，现在还有呢，收了钱来哭，哎呦，那还大伙那哭的。不过这也不单是我们的国情，我们是有比较政治的动机，人家商业的动机，美国人发达的很。你看比赛，他们的球赛比赛、都举个牌子嘛，对啊 ，noise， 你罚球的时候就指挥大家捣乱呐、指挥大家叫好啊，很多人在那里操控，所以这个操控这个东西啊，更操控组织，就是更显得有些不被操控出来的就珍贵。你比方对这么多的对领袖的欢呼，我们记得最清楚是小平你好。对不对？这个你没法复制的。我跟你说，还有这个周总理哪年那个国庆招待酒会出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解放了很多老人嘛。对，哗，不是不单是老人呐、因为那个时候就连邓小平复出都要被打下去嘛，所以大家都知道他生癌了嘛。周总理出来瘦得不得了，谁都知道他是生癌了。对，他到最后一次跑出来，就是这个世界人大就宣布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嘛。哇，这个全场的鼓掌，还有后来他那个骨灰。他那个灵车在北京、对，这个十里长街这个送行没人组织的，对，完全没人组织，大家老百姓，所以这种自发的东西呢 就非常非常可贵。哎呀，咱们先去一下广告，广告算自发吗？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，组织的